个是拍那个蓝屏那个。啊，之前拍过。哦，很久拍的。刚开始做。刚开始。从他哦，最后一班哦。有了十二车啊，就在你下面。没有啦，这前面是四车而已，最后一块的。是我们准备要来录了。一开始。
停车。要过去第三月台的时候，左手到第二月台的时候，搭一个车可以到第二月台的车。我知道。Wait.
零七一机车保护车道，在潮州交汇三一四三十二号。他没有去哦，没有没有，一宿十车三百七啊，蛮长的，那停车。我奇怪怎么冲那么快呀、啊？因为他后面三一四也追过来，对，他要不然让我先开，来让他先开。因为我们没有，因为我们还要在北上的、啊。对啊。要调来？哎，对，他也调过来了吗？那个主任说可能过完年吧。过完年吗？对啊。因为是我同学跟我讲的，他说那个周一子啊，他说快点走过来，叫你过完年之后再过来。对啊，要调过来。我那天有听一个师傅讲说，原则要调过来，应该就是。对啊，他说房子也买了。买了，对。买了，是买在凤山哦。对啊，那个凤山的那个交流道那边，那个九如交流道。啊，九如交流道哪边来呀、啊？我家在那边。你老婆是？哎、欸，你老婆家是住那边哦？老婆住在鸟松。哦，鸟松哦。对啊。那边离车站比较近啊，搭车。
调来新左营吗？对，还有那个潮州嘛。所以是我是高雄人嘛？新左营啊，啊新左营。新左营啊。那我老家就在那边啊，除了那边。现在没办法调新左营，对不对？也是可以啊，但是要排啊，要排啊。哎，要排啊，好像要留在排嘛。除非你专案啊，之前有一个女生调回去专案，就插队，就好像被人家抗议耶，看不下。可是是专案的案呀、啊。对啊，专案的。黄正豪。黄正豪没有，他那时候是那边刚好缺人，刚好缺人。不管你住那边是去新竹是比较近，对啊。到了，需要钱高吗？
那边隔壁隔壁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家隔壁隔壁。那我们家对面而已啊。你是住阳明里市啊？是我们家店面的，那个必胜客那间啊。哦。那个米克虾，那不是米克虾，那个就是我们家是那个，你看那边有一间必胜客披萨啊。我知道啊。对啊，那我们家楼下租给披萨店的。哦，是哦。阿信，我家是228嘛，你说205。205啊，205。那单数就是对面啊。对啊，对啊。过来。那你旁边，他旁边可能是那什么？饮料店那个吧，对，那个吴家红茶，啊，吴家红茶对吧？那我知道哪间啊？那间好像也开几年了嘞？三年了嘞。之前是那个，然后彩券行。彩券行，对。哦，那间的是。
我接到的时候我吓跳了。这个车撞了啊！换。对啊。只剩360。那你们是在屏东过夜的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潮州。潮州过夜啊！我等一下去吃完饭就要去。哦。对啊，去。那你老婆住高雄？对啊，要住高雄。等一下换车。列车班凤山没有。对，凤山没有，要高雄。
知道是准备好了吗？稍等。都是那个袍穿袍色上衣的外劳上车了吗？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Thank you.